大家好，今天是2022年10月22号，现在在纽约环山区法拉盛，在沃维佐夫律师楼的门口，人山人海呀、啊！这里在免费派发火机，甚至排的人山人海。这里是李老板。哇，一点忘不掉镜头，有点乱。新鲜烤鸡和健康饮品，今天11月22日，2022年晚6点开始啊。可以看到现在是5:50哈、啊，群众们已经是迫不及待了。这是主办单位今天的宣传单。喂，不要走架，不要走架，喂，不要打架，不要打架，喂，不要打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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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break it up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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6点钟开始派发，现在已经排满了人了。今天很开心，我们有11个 sponsor， 我们律师楼是 organizer。所以给法拉盛华人社区，我们感恩大家这么多年的支持。我们今天给了150个鸡给法拉盛的社区，还有好多这个口罩啊，免费口罩，免费 hand sanitizer 给大家。希望大家这个感恩节快乐 ，Happy Thanksgiving。好，我们现在下去看一下沃维佐夫律师事务所。哇，摆满了，看一下。They're rioting。还有很多玩具也有，什么都有，洗手液，有口罩，是义工有药，哎呀，随便了，随便放了，有什么就放什么了，看。哇，这里是摆好的火鸡。5:30就来了。5:30来了。对，有的5点钟就来了。来了以后呢，就是说发鸡啊什么这个就都没有排，没有票的。我们家里这个那进去那么多人，他怎么排队啊？都是你们熟人吗？都来排队了，还没开始嘞。啊，对，他以后我跟你讲。哎呦，谢谢你们，观众谢谢你们。情况早一点，我们就会。65岁人都来这儿了，65岁了。啊，大家看一下，两头都排满了。群众哈，还有10分钟才开始，外面是拉了一个黄色的警戒线，有义工在现场维持秩序哈。但是因为人太多了，你知道这是华人社区最主要的街道缅街啊。现在又是下班时间，还那号八号，大家都在维持秩序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好多人。都是老年人啊，人家说了。主要是给老年人这个福利，让他们过一个快乐的感恩节。好多人，希望大家都领到火鸡哈。我没时间，哎，啊，你看，好多人，你也没有拿票。还好，感觉人人都有份。我们的秩序还是挺井然的。啊，扫个全景，看一下。马上要开始了。哎，看这里，口罩不要戴了，口罩挡住脸了。马上开始了。有票的，一个个来，不要退，我都有，有票都有。你拿在这里，放在这里给我 ，OK？ 你拿着，然后你先走。等一下，你们走的时候我再拿。来，先走再拿。等一下啊。好，这样就好。我们这样子一个个来，不要急。有票的每个都有。拿好了，走。哎，我就跟上大家。谢谢。好，慢慢找，不要急啊，不要急。你这个票不是的。啊，刚才谁票？我的。有票，快来喽。不要急。他有票，不要这样子啊！你们这样子我不给的，不要这样子啊！老人家不可以这样子的。你出来，你让别人出来。出去呀，三子，让别人出来。服务员，会。拿了，他有票的。来，不要推，不要推，有票的都会取消的。如果谁推，马上就取消。不用推，如果推马上就取消。我们都会取消的。我们说到做到啊！如果谁推，跟我讲话，慢慢来。票，拿票，有票的先过来。对，没有票的不给，没有票的不给。票，
你喺度得噶啦。OK， 系啦，不要推，不要推，慢慢来。马票 ，ticket， 哎，给他走。对，有一个老太太她进不来。有一个老太太她进不来，叫我。我只认票，有两份票我就拿两份。好吧，好，票。拿票，你不去找我们干嘛？拿票，票，谢谢，有票的先拿过来。不要塞，喂，有票的，这个，你这样我们说不了。你有票就在右手。你票从来你票票先拿，没拿了。谢谢，小心哦。有票的，好。哦，谢谢，谢谢，感恩节快乐。有票的先拿。啊，谢谢。好，谢谢，感恩节快乐。可以了。我有60张票，有票的先拿来。你谁收工？唔使收工，哎呀，俾只鸡佢啦！有票的，零七点，我们有60张票，我们有60张票，有票的先过来，有票的先过来，这不是票，我们没有这些票的，有人拿奖了，哈哈哈哈哈 ，Go go， 给你这个。好，来来，主要是这个图案的，火鸡的都是我们的。票票票 ，OK， 来 ，OK， 小心不要推啊，不要推，不要推，你们推了我们不发的。有票，这个这个，OK， Let's go， Let's go， 喂，不要推，推也不发的，你们推我真的不发的，推了我取消啊，哎呀，喂。对，他知道，喂，这个这里有票的，这里有票的，有票的，对对对，拜拜。我哋而家先别说了，别闹了，别闹了，先，你先走晒先。有票的先给我，没票的就跑一边去。那边全部给他先走先。啊，你不就我最后一个吗？那你帮，你帮我这里挡住，好吧？你帮我挡住。先给那边。来，走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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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急，不要急，这个这个。不要急，快快快 ！No ticket， this like this。哦哦，他他好意思的发。OK， thank you。有有票的给我过来过来，有票的过来过来。喂，都没有票。有票没有？没有。ticket ticket。你们60号在这，我们在这排队就排到现在，6点钟就为了钱在。过去推谁吧，年轻的话，现在的活动。He's the boss. He's the boss.OK， 你们先走。OK，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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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先走。那你先走，你们先走。拜拜拜拜。我们是站队。喂，这不是你们的。喂，我不知道谁给的。喂，我们没有票。我们那个是站的第一个。我们那不是我们的票，我认得我们。你是第一个。啊？没有喂，李老板，李老板，你在那边，你哎，李老板，李老板，你找个人站在那边，你把那线断掉，断掉了，断掉了，断掉了。喂，这里还有操作。65岁，没有看一下。65岁 ，OK， 六十五岁，好啊，走，先走，65岁的，我的65岁的，我的，等一下，不要抢，好不好？谁抢马上站到最后面，我的还在，65岁，排队，我这
就在这排着。后面排队，你听话。你就在这排着了。你先排队，你要把后面给断掉吧。先把后面给断掉。断掉了，你们排着的排着，我们一直在这排着了。老人家进来，老人家进来，老人家一个一个来，一个一个来。我一直在这排着队。喂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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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喂你的你的 ID 啊，你的 ID 啊，没事，让他走走走走走。65岁，他老人家，老人家先拿，老人家先拿，够了，先拿现在。我也是70岁，等一下，很快完了，完了。他们还要再排队啊！你要把它断掉，断掉，已经封掉了，已经封掉，封掉了，已经封掉了。六十楼 ，OK。我们这个店 ，OK。OK， 有了吧 ？Thank you。没有了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里还一位，没有吗？没有了。喂，不可以这样子啊！谢谢义工，礼物拿了，谢谢。哎，如果急，如果抢，马上取消啊！我不抢了，哎，站好了，如果急，我们马上取消。你们再急，我真的不发了。来的，不给啊！现在不给啊！不给的，不给的。你们都不合作，我们就发了。不可以这样子 ，no。你先走，等一下 ，go， 等一下。OK， go， 拜，等一下。拜，不可以这样子，等一下，有份的。老人家给他，给过了，没办法了，现在太乱了。你们三个一起的 ，OK， 给一份。
OK， 没有没有，没有没有，一份的，这没有的，一份，一个家庭一个份。哎呀，拍好了，拍好了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不要着急，不要着急，就像你排队，排队，慢慢，排队，排队。走，喂，你们走过来 ，OK， 等一下。经过。不要急啊，一个一个来，不要急，不要急。喂，走，一个，这样拍多好。走，一个走。你要这样子，大家就多好嘛！不要，等一下啊！上次买的，走了 ，OK。对，我聊一下，今天。哇，那个对分呐，买哇好多啊！等一下，不要拿了，等一下，送菜开始，不要拿，送菜开始，送菜开始。不要急啊，不要急。感谢快乐不要急，感恩节快乐啊！感恩节快乐！要排队啊！哪有机器？哎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在法拉盛发放那个烤鸡给那个。超过65岁以上的长辈，希望他们能够开开心心，能够过了一个感恩节，享受到我们法拉盛一团圆的温暖。谢谢大家。我都要，我没有。OK， 我们非常感谢沃维罗布律师事务所为我们这个市区，还有亚裔爱心辅助协会 DSP 巡逻队为我们市区献出爱心，那我们 Seven Color 也是赞助商，林德梅也算是小赞助商之一。就是我们其实市区都需要每个人付出一点爱心，就付出一点市区就带来一点温暖。我今天特别感动的就是有湖南他们7点钟原来是爱心协会的，他们7点钟就去拿鸡了，7点钟。我们也是这次的活动的主策划，所以我们就只能支持，对，就是因为其实每个人的付出都是不容易的。7点钟去叫你去拿鸡，我7点钟我爬不起来，不好意思，对，他每个人都为这个活动付出很多很多，然后就为市区带来很多正能量，带来很多温暖。那你问他讲两句了，那大家过个好节，过个温暖的节。非常感谢我们社区的中小企业，还有我们的非政府组织。那么我们在一起团结，社区就会发展得很好，就会有力量。那么谢谢大家，大家一定要过一个开心快乐的节日。谢谢，祝大家节日快乐。看到这种情面，我真的很开心，因为林南妹啊、江律师啊，都每次都为社区做很多贡献活动。让活跃我们社区，所以他们的每次活动我都参与。祝福大家节日快乐！现在火鸡发完了，感恩节快乐，发礼物了。你看，义工非常辛苦在后面传递，从楼下递上来。不要急。这个我们沃维佐夫律师事务所的两位律师。我得走。
好了，人不是很多了。买了，老板。哇，这边还在发口罩。哎，你好，口罩嘛，大家都帮忙，帮忙。Seven Color 说慈善，派口罩。明星口罩，明星，他是明星口罩，他是。有毛利哦！对对对，过节日的礼物，来的早，有火鸡的都发完了。对，发完了。谢谢。六点开始吧。六点现在。五点过就开始排队了，六点钟发。啊。明年再来。好，谢谢。这还在发口罩，小朋友。好了，终于做完了，来卖口罩了，1块钱一个。哎呀，真有看呐！没有，你可以拿的，免费口罩，没事可以拿的，也卖。法拉盛我们也可以，明天我们可以到布鲁克林继续去逛。没有领到的话，我们圣诞节25号之前也会发。免费礼物给法拉盛社区的，下一次的机会是12月圣诞节，大家早来排队，4131免接。是消毒湿纸巾，呀，赞助了差不多快200罐 ，OK， 给反正就反馈社会嘛，对，然后祝大家有个快乐的感恩节，对，这是很感谢江律师跟郑律师两个带头。带头为这个社区做领头羊，我们这些很多就是各个社团赞助商，大家都出钱出力帮忙，一起把这个活动搞得很顺利啊。最后还是祝大家有个快乐的感恩节啊，谢谢。对，感恩节快乐 ，Happy Thanksgiving。那没有领到的朋友们呢，江律师说了圣诞节，还有那地址呢就在41-31缅街法拉盛。好，帅哥，你来晚了。我来晚了，发完了。我不是来拿的，我是来做义工的。一样的。啊，一样的。这个好用啊，湿纸巾很好啊。我们都一样的东西。我就把。这边都是我们的赞助商和一些社区的义工。人上面个时间早会的，让他们点赞。辛苦了，也祝他们有一个快乐的感恩节。有点乱，但是还好。刚才不能太多。还好，他们都很开心，拿我们的消机。大家好，我们是沃伟佐夫律师楼，我们今天很开心，可以给到200个。寄给法拉盛的社区，很感谢大家的支持这么多年，然后祝大家感恩节快乐 ，Happy Thanksgiving。Yeah, I just want to thank everybody that made this possible, all sponsors and the safety control, and wish everybody a happy Thanksgiving。这是赞助商 Seven Color 进出口公司零一啊，给听众提供的这个洗手液是哪个国家的？韩国的啊。所以拿到的群众还是很有用的，多勤洗手。来，一人一份，这都是爱心人士捐赠的爱心，知道吗？爱心人士献爱心啊，快点，一人一份，快点，来。男女老少。来，都有，一人一份，一人一份，感恩节快乐。爱心人士献爱心活动啊！想起了一个捐款箱啊，也是维护我们社区社会治安的一个义务的巡逻队。一个donation box 发票，donation box 发票。
计俾65岁年长嘅老人家，希望佢哋收到我哋呢份温暖嘅感恩节礼物。我哋PSP Public Safety Patrol 联同屋维夫佐夫律师楼举办呢个活动嘅，多谢大家吓，希望大家感恩节快乐。好了，现在是晚上6:30了，今天的活动很成功。